哎，大家好，马来西亚人，突然在网上看这个叫 Rice Gum 的美国网红到香港去拍一个视频，以为自己说英语说得很快，香港人听不明白，就觉得自己很酷，想以此侮辱香港人，真他妈是个小丑啊！瞧不起香港人的英文程度啊！一见人就问，哎哎、where are the hoes at？、To where are the bitches at？ Bitch. Hey, where are the hoes at？Where the bitches at? Bitches 直译成中文就是碧池，意思是骂女人的啦，什么奸人啊、八婆啊等等。问题是为什么多出了一个 at？ 其实说 Where are the bitches 就可以了 ，at 是多 Q 鱼的。然后他又问 Where the hoes at？ 有些美国人更懒惰，直接问。Where the hoes at? 把 R 都省掉。Hoes 是 ho 的复数，意思是妓女。正式的英文呢是 prostitute， 还有 whore 这个词嘛，蛮粗鲁的啦。还有一个比较斯文一点的说法是 street walker， 意思就像香港人说的啊，乞丐的。站在街上的意思。正确来说呢，哈，问 Where are the hoes 就行了，不需要 at。最后 Rice Gum 还说了 Some hot dog. Where are the thoughts at? 这个 thought 是由 that hole over there 四个头文字啊 T H O T 组成的，意思其实也就是 hoe 妓女或者 slut。烂女人，不过你说 where the thoughts 就 OK 了，不需要 at。 Rice Gum 觉得他这样说英语很酷，其实他这些英语说法是美国低下层人士说的不标准的英语了，可以说是屌丝英语吧。好了， Rice Gum 他这个视频啊最后也下架了，其实他就是靠搞这些下三滥的视频搞出名的。一个越南的后裔在美国白人眼里是个 Asian， 却跑来香港企图侮辱亚洲人，其实说白他就是大傻逼，百分百小丑。好嘞，这期就分享到这，谢谢大家收看， Terima kasih， 谢谢。